是讲讲我是林志玲哟，好唔真，唔真咧，可以问下咧，那我太喜欢可以问下是。哎，我觉得是真的是时代哦，是不一样的哦。对对对，我觉得你比较有特色，我你比较特别。怎么说？真的，因为看到咱的我们这个装扮哦，用心打造的哦。就是来参加到今仔日，咱的老板天上圣庙，咱今仔日这场盛会，代表准备到这首歌曲《妈祖的囡仔》来送到咱现场。他都有讲到，每句拢是咱妈祖的。对，真的，你唱一个，我真的鸡皮疙瘩。哎，真的有看到，太好听了。哎，今天咱的歌声真正是就赞的。其实吼，咱老板天上圣庙，足慈悲的，对，真的真的。然后嘛，祝福咱的老板天上圣庙。信徒观天下，有天宽满地，是啊，保佑我们在座的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爱找平安，顺时出入平安。感谢各位，谢谢。吼，咱的老板天上圣庙吼，真正是非常的灵感吼，嘛非常的神威天神吼。哎，主吼，伊吼每一冬吼，若是要过路啊吼，要紧啊，拢要紧吼，拢出劳累。啊，因为吼今年恰逢我们疫情的关系，是的，所以吼咱就无进行着吼咱要紧的部分。啊，不过吼嘛是吼有足济吼咱非常吼来自吼咱全省各地吼非常虔诚吼咱这个信徒大德吼。因为八日过路的这天吼，嘛吼特别来参加，是看会出来吼，咱的天上圣庙真正非常的灵感。对了，嘿，每一天哦，拢有遮尼济济咱遮的好朋友啊、信徒大德吼来甲做参拜。所以吼，咱逐位、咱的每一位，拢是吼咱妈祖上界疼惜、上界疼爱妈祖的囡仔。是的，妈祖吼会当恭喜吼我们一个心灵上的寄托。没错，哎呀，所以吼每一个人心灵上的寄托都相当的重要。是的，小时候让我委屈的时阵，咱讲咱妈祖讲，妈祖就是咱。咱心目中的迄个妈妈，对对对对对，哎，倾听的对象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我跟生我们跟加油那的妈妈，对，做好咱心灵上的妈妈。真的，因为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永远记得，有一课就是在讲那，就是在讲那的妈祖，林默娘的这个故事。对，所以哦，这个是我们的现场每节课朋友都是呢，非常非常敬重，而且非常哦，一个呢这个虔诚的寄托，就是。咱的妈祖，所以今天哩吼，我们右手边这位小张耀文，哦，都代表透一首歌曲带来这首妈祖的囡仔，来送给大家。再来第二首歌曲吼，带来这首《幽情》哇，哎，也是很有意义哦。妈祖，甲咱。甲咱的缘分拢牵做伙，大家都是有这个缘分，才会当吼来做好朋友。是，没错。是啊，啊，所以吼，咱的小郑雅文，再来安排着吼，咱好听的歌曲《幽情》。谢谢。阿妈这里生的，会当富富登登，平平稳稳，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谢谢，今天你聊聊啊。今晚老师是要叫我跳钢管的，无，伊专工甲你惊一下安尼，惊一下，不然，哎呀，不小心去按到了，因为今仔日他都有讲着，咱的钢管足侪，所以老师嘛其实有点错乱。其实我的身材还是可以，对不对？不错，真的很好，有机会好不好？来了。开开玩笑啦，因为我们的这个要有专业啦，专业，因为我们这个呢，小张文的歌声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参加过大大小小比赛，拢是第一名哦，都是第一名哦，所以今日你现场咱的乡亲好朋友，非常有这个福气，也非常有这个福报，可以呢，在我们今天咱的头壳哥老包天上心庙哦，咱的安管家听到我们小张文的歌声，好，咱妈祖看的看伊的这条线，和咱大家都会当。在这边相聚啊，吼！是的，啊，我用歌声跟我们的乡亲时代人结成缘，谢谢大家。好，来以歌会友哈，特别安排这一首《幽情》啊，老师应该是准备好了哈。好，来，非常有意义，这首歌送给大家。感谢你来相爱，你的朋友
谢谢，谢谢啊，特别感谢着咱非常有哦，特别赞助着吼，咱非常老热的这个抱仔声，当然哦，嘛是特别要来赞助着吼，咱的老板天祥新庙红大姐吼，老来滚滚的气氛啊，是，是啊，咱讲吼倒手拾柴，正手拾哩，嘛要祝着吼，咱的好朋友会当在你双手来个大赚钱，啊，咱知小詹也有吼，这首歌曲吼，选得非常的好，嘿啊，因为吼咱妈祖的关系，所以吼会当吼集结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诶，来到会场当中哦，同齐来个做欣赏，这嘛是一种缘分啊！真的真的。对啊，所以吼，会其实吼，咱的妈祖吼会当保庇着吼，不管是吼咱的家庭也好，还是咱的事业也好，健康也好，友情也好，拢会当吼，事事拢会当解如意，事事拢会当平安顺心，是，那是上界重要的。 对啊，安尼咱欣赏着好听的歌曲，咱的友情关系了后，咱的小詹雅文啊，嘛爱特别吼，甲咱这好朋友来个请安问好一下。好，来，咱各位的现场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Hello，小詹雅文。哇，今天非常欢迎，让来到咱南方天祥新庙这个地方，跟我们的乡亲。 大家节省缘，二毛在线的，一旦苦苦等等，平安万万，把二毛当平安顺心，对对对哦，身体健康，平安上盖重要，是是是，对啊，所以今仔日吼，我们小詹雅文蛮好特别吼，带来吼咱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再来刷来来，再来继续安排咱啊一首歌曲，来刷来来，再来继续秀出来啦。 哇，嘛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秀出的人。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其实哦，伫咱的 KTV 排行榜哦，哎，不管是吼伫咱外场的卡拉 OK 也好，还是去咱的前柜好乐迪嘛好吼，哎，这首歌曲哦点播率也是哦，哎，第一名的，它已经红到国。